南投县政府配合教育处体育署运动爱台湾运动城市推广专案，日前委托晨光有氧舞蹈社在漳河活动中心举办健康有氧快乐起律动嘉年华活动，并有太极拳、森巴、萨克斯风等团体共襄盛举，让现场民众一起动起来。教育部体育署的活动，然后就带动我们社区的那个关怀。这个计划呢，也有很多单位来辅助我们啊，像这个太极拳啊、森巴的啊，还有一些这个吹那个萨克斯风的老师啊，都来共襄盛举，来帮助我们啊。然后呢，让大家呢全民都动起来，社区的长辈们呢，他们都很配合我们的活动。大家都有做一些有氧的活动啊，或者呢就是有伸展的一些的活动，真的他们都很开心很开心啊，哎，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啊。今天活动也办得蛮成功的，谢谢呢这些协办单位呢来帮助我们。议员侯明科相当重视县内各项体育活动，议员表示规律适当的运动将让身体更健康，也呼吁想跳舞运动的民众晚上可以到康寿国小一起舞动。晨光有氧舞蹈跟咱南投县体育会来举办着体育爱台湾的活动，这是真正好的活动，会用带动咱所有咱这的英华族也好，咱这的大姐也好，大家每一晚来运动，每一晚来运动，让咱的身体都健康，尤其咱的身体健康，咱就会用把咱的健保几乎个降低吼，这是咱即卖咱政府想提倡的这个运动吼，咱所有咱这大姐啊妹妹大家吼，拢为着咱的运动啊，要来甲咱所有吼的身体顾好吼，啊而且咧啊可嘛，呼吁讲咱爱好运动的，每一工咧拢会用来甲啊咱的康寿国小暗时吼，拢会大家会用同齐来跳舞，同齐来运动，相信咧运动一定造成的咱身躯的健康吼。为了提升居民运动风气并扎根于社区，南投县体育会105年运动爱台湾计划中规划了一系列的运动课程与活动，期盼民众可以选择适合有兴趣的运动参加体验，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让身体更健康。民意新闻林佳慧南投采访报道。